紫青双剑是款主打唯美爱情的仙侠故事，虽然这种类似蜀山题材的故事已经不算少见，但游戏主打就是各种轻松无压力，所以尽管还是有许多收费机制，但如果只是想玩个开心，这种上线丢着就能升级的游戏其实还蛮适合懒人玩家的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多跟其他玩家交流，毕竟主打爱情就是代表一定有结婚系统。既然有丰富的互动系统，那就绝对不要一个人进行游戏，单身或是独行侠是注定要输在起跑线上的，因为不管是加入帮派还是跟人结婚都可以有效提升能力，而且还可以体验专属的副本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